这样子才二三十个人呢，那就在那个地方。那后面的几些呢，在原地这地方这几个这什么呢？那个铁木棉瓦，这个木瓦什么石棉瓦，石棉瓦做。你们和尚你的疗房也是石棉瓦啊？那再炸一间那一间，奇奇怪怪那歪来拽去的这样子啊？那要是要不小心就撞到墙壁的那样子的，然后那大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了。好，来这些微微叮叮啊，那金个乱七八糟，我看连什么呢？连蟑螂跟老鼠都会迷路，是这样起的这样子，这么的多呢，是这样子啊？那时候是因缘嘛。那个时候因缘、哦、我也照来啊，我也一样照来、啊、那修道的因缘还没到，共住还是需要那个场域，那先凑合可以。可是慢慢的随着你内心的庄严，对于修道对于共住意涵的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跟酝酿的时候呢，心转就境转嘛，境转因缘就转嘛，因缘转道场就要从地涌出啊，所以就慢慢的就见了，就这样来的。这个都是你从头到尾一贯的思想，一直在累积，一直在钻研，一直在忍辱，一直在运作，一直在琢磨茁壮当中，那道场就开始从地涌出，从无到有，无有之间呢，都是不可思议的，啊。